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要起床去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但是你们肯定猜不到，但是视频发出来之后，你们肯定就猜到了。我现在要去洗漱了，早安。我现在收拾好了，然后今天带一个镜框，然后有一个特别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鞋，特别可爱，这个鞋。噔噔，哈哈哈，这全是毛，感觉可以过冬天了。好了，我要出门了。哎，可以拿雪了。你看雪，洁白的雪，结冰了。哇哦，快到了，开心。不行，现在，到了，大公牛，爸。哈哈哈哈哈！哇哦！我们的宿舍！哇，这有很多洁白的雪。哇！跑好快！这才是雪呀，这个雪。在呢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总决赛的棚，我给你们看。总决赛的棚，哇！这里，我们的训练楼，那个新的餐厅，给你们看一下新的餐厅。然后这是我们经常去的专咖。我们经常去专咖的时候，都是偷偷去的，偷偷吃，偷偷拿出来手机，然后我没有手机，偷偷拿出来，没有拿出来什么，就是偷偷的吃啊。跑啊，海龙来了！在去全食的路上，走啊，一。二一，啊！这是你们喊话的地方，给你们拍。喊话的地方，就是平常我和你们打招呼的地方。我和你们打招呼的地方。然后这里是全食。来，我要一二一了，一二一，我来到全食了，哈哈，这是嗨，关东煮，这是我最爱的包子，哇，我们平时，当时不允许买，然后我们就偷偷来，然后我们就藏，我们买了吃的，然后就藏到这里面，嗨，这里熟悉吗？哇，这我第一次近距离的到这边来，哈哈。我现在要拍个照片。